这孩子送多少东西，你说这要是一个没有人这不怎么弄，你说他不是为了男朋友吗？对女人这不是为了守着人家别人家的鼻子死我你还没准备好啊，这准备到什么时候？准备到几号？同学，你有没有对象？你们准不准备要孩子？考虑过以后产假怎么办吗？可以说一下你相比其他男性竞争者的优势是什么吗？好的，谢谢你。下一位。小丹，你怎么哭了你啊？水不就在那儿吗？自己就到。咱们能不能再早点睡觉？我明天还得上班。起来！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，你说他天天在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打游戏，你还耽误什么呀？不就是照顾孩子吗？有那么累的？我玩我手机怎么了？你辞了工作，照顾孩子，我娶你回来不就是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了吗？我也要上班，凭什么不是你辞了工作？我每天在外面上班那么累，我在赚钱，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吗？小丹，你怎么哭了你啊？妈妈来了，老公，你给我倒杯水呗。水不就在那儿吗？自己就倒。咱们能不能再早点睡觉啊？我明天还得上班。起来！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，你说他天天在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打游戏，你还耽误什么呀？不就是照顾孩子吗？有那么累的？我玩我手机怎么了？你辞了工作，照顾孩子，我娶你回来不就是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了吗？我也要上班，凭什么不是你辞了工作？我每天在外面上班那么累，我在赚钱，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吗？小丹，你怎么哭了你啊？妈妈来了，老公，你给我倒杯水呗。水不就在那儿吗？自己就倒。咱们能不能再早点睡觉啊？我明天还得上班。起来。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，你说他天天在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打游戏，你还耽误什么呀？不就是照顾孩子吗？有那么累的？我玩我手机怎么了？你辞了工作，照顾孩子，我娶你回来不就是照顾孩子和做家务了吗？我也要上班，凭什么不是你辞了工作？我每天在外面上班那么累，我在赚钱，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吗？